取来四个回形针，将其中两个用胶带固定，中间留一个口子，再在两头各接上一个回形针，也用胶带固定，把两头用力拗弯，做出弓的形状，系上一根橡皮筋，一把弓就完成了。棉签作为弓箭，哎呀，没射中，再来一次。哎呀，射歪了，最后一次一定可以暴击。这把迷你弓箭你喜欢吗？关注我，带你。